大家好，我是摩克斯。今天玩的是《我是传奇》手机游戏，没错，非常酷炫的手游。那这边可以开始挂机。接上这游戏呢是非常好练的。那这边有一个挑战哦，就可以直接挑战了。那这边它容量很小啊，所以让它带入一下。它其实是非常精美的手游。然后这边像送 B1 呐。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它的手厨哦，它的手厨，还有它的一个需要一个这个兑换哦。哦，那这边可以一键换装哦，非常有趣哦。那像我们技能这边呢，就可以全部升级哦，所以技能的升级教学，好，真的很好玩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游戏很像天堂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么好玩。我给你们看哦，来这边，礼包需要的兑换教学。那这边可以签到一下哦，我跟你们讲。然后这边啊，就是它有没有？它就自动挂下去。那因为它是挂机手游啦，我们平常只要点这个，这边就可以了。啊，这边是关卡守卫。我跟你们讲，这游戏真的很耐玩。跟你们讲，来，我跟你们讲哦，它这里有一个，它这里有没有？有一个手厨。哦，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手厨啊。那手厨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手术人偶可以得到这个绝版的称号，那还有传世的神装哦。所以它的手厨太夸张了哦。它这游戏的手厨呢是会送你绝版的称号，还有传世的神装。那可以看一下哦，传世的，还有这个绝版的神哦，赢在起跑线哦。手势组奖励还有需要的多段教学。这边的手厨界面。然后这边呢，你可以赢一下研究员哦，超级耐玩的一个手游啊。然后上面也会办一些活动，跟一些你可以合成一些时装啊等等之类的。那像这边你可以把一些装备给穿上去，这边有没有？你就可以把它合成。有没有？后这边可以看登录奖。哦，基本上还算蛮大的哦。然后这边有它的那个登录奖，等一下，第三天的啊，第二天的啊，第一天的我们可以一起领起来。你看它这边也是送很大，这个已经不能领了。我这边有一些福利啊。哦，这边有一些商城，这边那商城里面的东西，它填下界面应该是填加进去也桌面吗？好，这边可以完成。那像这边就是装备强化教学了哈，强化个3次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那我们当一律强好强慢。啊，他会帮你连续抢啊，所以算是非常好玩，非常好玩。那你就可以一直冲上去，啊，他都帮你冲到赢为止啊。啊，宝石也是啊，我非常具有。但你可以再注一些灵，我注灵就是也是可以提升战力的一个方式啊。那他最好有附灵这样。哦，也很简单啊，有没有？就像这样。然后当然它有幸运转盘，这里。然后它很简单，就是，哦，可是我刚才升级过了，对吧？那主要就是重点就是先解下面的那个，这边可以再一键换装。我真的是很爽的手游啊，这样子哦。那这边呢，你可以再穿一些装备。好像这边可以升级一下，龙纹的升级。这边呢，再提升一下技能。背包呢，当然就是可以回收啦。哦，回收之后你可以得到大量的资源哦。
那像这个，你可以要不要挑战这样子？哦，好有趣哦！哦，主要就是有这些关卡，你要去挑战一下。那也可以去，才可以继续挂下去。哦，回收装备就有强化4了。回收之后再强化嘛，算是非常。好啦，就帮你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